夫君，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一丝的错处。你们当真是夫妻情深啊？他想要毁掉我父亲的尸体，原来是为了讨你欢心。那你呢？你告诉我，苏郎的伤到底是不是你和国师的阴谋？是，又如何？不是，又如何？ 我只恨刚刚没有一剑杀了他！你敢！你竟然为了他与我生死相搏！君子，君子，别以为我真不敢取你内丹！